给我的吗？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1313母亲节及妇女主日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再跟旁边的妈妈们说母亲节快乐，欢迎回到神的家。感谢主，上个星期在圣殿举行的约你1010查经班共有30人出席。透过林真儿老师的教导、廖牧师的大纲和小组的讨论与分享，所有人都获益不浅。邀请你这个星期加入我们，一同更深认识神的话吧。5月24日在三一堂有亚德门联合祷告会，鼓励弟兄姐妹一同出席，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丰富奇妙恩典。这个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4点，在职人堂有第66届妇女常年大会。凡参加的姐妹们，请于当天早上8时在教会集合。同样的，今天也是家庭营优惠价的最后一天，预期报名者一律增加20令吉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报名参加吧，让我们透过此营会再次激励我们活出生命的爆发力。今天的 Youth Alpha 地点是在旧的 McDonald， 时间是下午3时，需要交通的少年人请2点半就在教会集合。下个礼拜1313信望爱行动，我们将会去百货公司分发福音水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崇拜后可以跟恩惠传道报名。星期三晚上8时在圣殿有促爱1313爱心天使大会，鼓励所有的1313爱心天使出席，当天请穿上1313 T 恤，若没有也诚然欢迎您出席。下主日是圣灵降临日，当天将交换讲台分享，廖牧师将到十字路堂分享，而李恩惠传道将到拉野一旦堂分享，请弟兄姐妹在代祷中纪念。而本堂将由朱传文牧师分享，当天也是教区主日，因此当天的奉献将归于教区。今天的家训就到这里为止，让我们预备心一起来遇见神，愿神祝福大家。